我要跟你分手。为什么？咱两个不是很好的，咱长哥，咱长哥。长的代志已经过去了，唔通再讲。啊！你安尼人会误会足多，唔通一直话来。我要跟你分手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咱不是很好的，你怎有跟我讲啊？你讲咱两个爸啊爸爸。你讲话当讲较紧的无？什么爸啊爸？无啦！你为什么跟我分手？我跟你分手原因真简单，就是答应你讲爸啊爸的时阵，你的嘴实太吵。我为什么有吵？我拢有洗嘴，我逐天拢有洗嘴呢。你逐天拢有洗嘴，我知影。啊，不过你嘛逐天食韭菜，搁食蒜头，迄个味已经走你的血内面，你怎么规身躯啊？拢哦，什么嘛你？我吵你个死的啦！啊，哼，我跟你讲，要跟我分手。